成立于1967年的洛杉矶华星足球协会，最初是以满足华人足球爱好者的需求，利用周末大家以球会友，过过球瘾。为让足球协会能够长期服务华人，1967年在华埠东方书局老板张永忠的支持下，成立了华星足球队。华星足球队也是南加第一支华人足球队。球队最初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，球员包括学生、商店老板、公务员、医生和律师。但47年走来，华星足球队也不乏中港台退役国脚先后加入，如李国宁、蔡锦标等昔日名将。华星足球队曾经参与美加华人足球大赛、世界华人足球大赛，屡夺冠军，又多次往中港台比赛访问。今年更补南韩，参加元老级国际比赛，获得殊荣。经历了47年的风雨历程，华星足协在取得辉煌赛绩的同时，也遇到很多困难，但经过球员一起努力，成就今日的成绩。本期天下纵横谈，有幸邀请到华星足球队会长梁伟清以及两位会员来到我们的节目。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本周六晚8点以及无线台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天下纵横谈，与您纵谈属于华星足球队的天下。